前进的步伐。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亚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。徐越王授命于张王巡游天下，推行仁义，与诸侯以礼，待百姓以仁，来归者居三。曾有36个国家向其称臣，并被视为徐文化的代表人物。比徐烈王出生约晚500年的孔子，受其仁义思想影响，创立了中华传统儒家学说的核心仁。徐州是著名的帝王之乡，素有千古龙飞地、一代帝王乡之誉。布衣天子刘邦从这里出发，建立了大一统的汉王朝，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。两汉文明及中华各民族文化之精华绵延至今，强大的汉朝声威远播，汉族、汉字、汉语、汉历、汉文化因汉而得名，从此成为了华夏儿女共同的名字，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姓氏。在大汉王朝建立的过程中，刘邦的身边始终追随着一群智勇双全的杰出人才，汉初三杰之一萧何，萧规曹随的践行者曹参，救险鸿门宴的大将军樊哙，刚直不阿的丞相王允，为诗经作注的楚王刘交，带兵平定诸王之乱的夏侯婴，安定刘氏王朝的将侯周勃，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成就了大汉400年的基业。政治的大一统促进了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大发展。主持编写《淮南子》的淮南王刘安，中国墓穴鼻祖刘向、刘歆，四言长篇之祖韦应，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。同时，汉王朝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，扩大了对外交流。以解忧公众远嫁西域为标志的和亲，使汉中央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。伴随着政治上的融合，丝绸之路就此产生，并带来了汉王朝与世界各地的商贸往来，影响深远。天师张大伟，他尊老子为教祖，以老子所著《道德经》为主要经典，发挥老子的道家思想，创立了五斗米道为道教正源。道教自创教以来，近2000年道脉不断，繁衍成为中国的国教。道谷子葛洪在其著作《神仙传》中，对张道陵创立道教的诸多事迹推许深重。道教作为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，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。后世的文学词赋、书法绘画、养生理念，甚至太极拳的形成与练习，均深受其影响。道教自南北朝时期西传，其影响逐渐遍及东南亚各国。南北朝风云际会，唐宋诗情激烈，明清五省通衢，南朝宋武帝刘裕，千古词帝李煜，笔记小说家刘义庆，竹林七贤之一刘伶，中国楹联第一人的刘孝绰，南朝才女刘令贤，诗学理论家刘知己，有诗豪之称的刘禹锡，江西时代代表人物陈师道，徐州状元李盘，清代名臣李贵，这些从徐州走出的历史文化名人，在中华文明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近现代的徐州是中国变革的焦点空间之一，这个时代诸多徐州英豪为了民族自强和国家独立前赴后继，谱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历史，其中有参与创建红十字军并任军长兼政委的李昌时，积极倡导国共合作的
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江苏代表顾子阳，国民化党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徐国凯，白区斗争的一面旗帜郭子华，鲁南人民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张光中，不当省长当校长的郭永秋，八路军苏鲁挺进支队支队长李振庆，历任皖南日报主编、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宋启明，小萝卜头宋振洲，中共郫县委员会妇女委员徐英祥，刺杀汪精卫的爱国人士孙凤鸣，近现代的衢州也是孕育文化巨匠和才人俊秀的沃土，民国书法四大家之一的张伯英，中国国画大师李可染，中国历史学家萧一山，人民艺术家、中国雕塑界泰斗刘开渠，人民音乐家马可，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武恒，郑万军、穆恩之等名人，令衢州的声音遍传海内外。不如